百公尺就一百五十桨而已啊，然后那么久，因为后面你们像我一喊 off， 我一喊 off， 你们就等于拖着后面走，就很重啊。前面还可以吧，前面没有 off， 我一喊 off 就开始很重了，对不对？我一喊 off 就很重，那就拖着后面走。水下慢慢滑，水上要快，水上都太慢了，好吗？水上快，到前面等。让后面可以跟你，好、哦，来，五十桨，不，五十桨，五百公尺，两三 ，Go， 回来，回来，好、哦，调一下身体动作，这个技术太差了，前面是九十八，大哥们。小声，动作固定好了、哦，走，不要急哦，抬头。Get ready! All right!